真的，他们就可以去骗人。没有骗人啊，就是换个角度看世界而已。哦，上面有颜色落差，超新的。我是拍一拍，然后手机就泡进去。不是，手机就碰到水面了。哦，手机的。对啊。这个没有，可是后来我打算去买一种，它是手机可以塞到水里面去拍的。